从好到非常的给我们加油，所以我们非常兴奋，而且我很惊讶大家怎么都懂得韩语歌词啊，不然我也不懂。你们真棒，你们都懂得中文的歌词啊，也是下来啊，你走呗，一点点足够交流就可以了。刚才你们也介绍了说这一次来中国的巡回的单方里呢还会有很多不同的城市，那为什么第一站要选在深圳？这个要好好听哦，这个要好好听，为什么第一站选在深圳？없어서너무너무열광적이라고들어서저희가너무기대를많이하고신청으로시작하게됐습니다。之前我们有一个演唱会来自中国，不过呢，听说深圳的粉丝们非常的热情，所以我们就到深圳。OK， 既然是慕名而来的，我觉得我们深圳的朋友，这个时候我们要集气啊，要让少女时代今天在现场感受到深圳粉丝的最大的诚意、专业度和热情。我在里面，我321说少女时代，大家一起深圳欢迎你 ，OK 吧 ？OK， 没有问题吧？啊，说中文就可以了啊！我知道你们语言能力很强，说中文，深圳欢迎你啊！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少女时代。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了，就是之前其实通过很多的电视节目啊、转播啊、网络啊，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演出的现场啊。但是呢，买了票来到这个现场，它就是不一样的。因为以往看电视呢，是导播摄像机拍哪一位，我们就看哪一位。今天大家到了现场以后呢，大家随便挑、随便选，喜欢哪一个你们就盯着哪一个使劲看。喜欢谁啊？好，